们、乡亲们，我们的梨园食品厂今天正式成立了。建红，看看咱们梨园乡的麦田，麦子粒儿大，颗颗饱满，今年肯定又是个丰收年。这是咱们搞大包干之后第四年丰收了。是啊，今年中央转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上说，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都搞责任制了，并说农村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谈到农业问题，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不止今年，估计今后中央会出台更多的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一号文件。哎，你傻笑什么？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刘金锁还能当厂长。哟，你当个厂长就骄傲了？那我还是乡长呢，你这个厂长还不是归我管？那当然，咱俩以后成了一家人，我还想准备请你当一家之长呢。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我说的是事实嘛，打得越狠，说得爱得越深。建红，嗯，我在想，我们这个食品厂的性质是社队企业，但现在名不副实啊。怎么名不副实啊？你看，社队社队，这个社字已经不存在，人民公社变成了乡或镇，咱们梨园生产队也换了牌子，早就变成梨园乡了，再叫社队企业真就不合适了。你说的有道理，咱们的食品厂是和田园他们联办的，而且性质也和现在的社队企业不一样，那叫什么好呢？公社变成了乡或镇，应该叫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这个名字好。建红，我想咱能不能给中央提个建议？这可是个新鲜事物，是咱们农村改革的新成果。要是小平同志知道了，他老人家肯定支持。说到小平同志，我还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想给他老人家送块匾，表达一下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这个我强烈支持。我想不光是我们农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小平同志，他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感谢邓小平，这句话已经流传很广了。那你说我们写什么内容好呢？你让我想想。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nt me a formal invitation. We will speak with the Chinese leaders regarding many issues, economic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but mainly Hong Kong. Madam, during your trip to China,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many Chinese leaders. And I have made the initial arrangement with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Please have a look. 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ese details. I'm only interested in meeting with Deng Xiaoping. Madam, we have arranged many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leaders.Unfortunately, Deng hasn't confirmed the meeting as of now. I have made this perfectly clear. I will only speak with Deng Xiaoping in person about Hong Kong. Okay, understood. I shall continue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bout this. And you, how have you persuaded the Hong Kong people?
I'm afraid we don't have majority support. So Yuan Cheng, Yue Kung Pao, Ka Xing Li, Qin Wen Luo, and oth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over your tough stance. Well,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one some good work with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Their promise to them has paid off. Judging from our current situation, a military threat will have no effect whatsoever. Our troop in Hong Kong cannot provide effective defense against the Chinese efforts. What do you suggest we do next, madam? We can only persuade the Chinese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that the treaties that were signed are still in effect. We must get them to agree that the plan to recover the whole of Hong Kong is unrealistic. Prime Minister, I've repeatedly said this. Deng Xiaoping is a Chinese leader with a big personality. He is always firm on achieving what he has set out to do. No one, Deng Xiaoping included, dares to violate the dignity of the British Empire. We have just won a war. We need to overwhelm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ly. Well, that's it. Let's go and take on the Chinese.爸，回来了。哎，你这个大宝，这是买的啥呀？电视机。哎呦，新电视啊！爸，英国首相撒切尔访华，今天晚上可以看直播了。哎，啊，撒什么儿？英国首相撒切尔啊！ 我们呢是搞联产到户，啊，农民都有粮食了。我们的水稻呢是一年两熟，下面这一片呢都是第二季度的晚稻。啊，今年呢风调雨顺，加上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家粮食啊大丰收，我还养了5头大肥猪，十几只的鸭子。嗯，养十几只鸭子啊？我看不行，太少了。所以省里的同志啊，还是这里啊，村里啊。 帮助我们农民发展，我看呐，养它个上百只、上千只的鸭子都不多。好，谢谢主席。村里头现在有没有万元户啊？2年前就有了，现在都很普遍了。现在哦，那这些收入靠什么？依靠科学种田，靠社队企业。那社队企业所占的那个收入比例是多少？占将近一半。 现在农民的日子啊，安逸得很，需要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买得到。这呀，得感谢党中央，也感谢小平同志您呐。这个啊，也不光是中央的供给，这个农村改革之后啊，各种社队企业、小型企业啊异军突起，然后就丰富多彩了，既活跃了市场啊，农民啊又增加了收入，啊，所以啊。 整个经济情况啊，很丰富，啊，如果说这是中央的供给的话，就是中央制定那个搞活的政策啊，它对头了，哎，今后啊，我们仍然是要把这个政策更加搞活一些，更加开放一些，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更好一点。 这里面装的是人粪、猪粪，还有草。发酵以后呢，就会产生沼气。这是村里面的大沼气池，各家各户都还有小沼气池。反沼气啊，
它那个功能呢，一管就是农民能煮饭，二一管它就是能发电。农民每户人家一个小池子，它煮饭问题解决了。如果说家家的那个池子都连起来的话，它就能发电。这样一来啊，它那个卫生啊也干净了，也提高了肥效。张云同志，你到我屋头去看嘛。小平同志，这是我们村的刘大娘，他儿子啊特别有文化，是我们村里面的致富能手，而且啊他还是我们村里的冒尖户，带领了我们全村呐、一起共同的致富啊。那我们到你家里去参观怎么样啊？哎呀，可以可以呀，小平同志，你是我们农民的活菩萨，要是平常噻，请都请不来哟，是不是？是。来来来，小平同志，请往这边坐，这边坐。你小心点哈，来，这个是梯子，你看嘛，这就是我们屋头的。以前呢烧柴火，烧啥子竹叶子啊那些，哎呀，那个烟子啊硬是呛得呛死人了。有了它以后啊，我们那些啥子人畜粪便呐、秸秆啦、废水呀、潲水都倒在里头，就等着它发酵。然后啊，有了这个沼气就顺到这个管子上，你看嘛，就到厨房里头去了。需要的时候一打火，火就来了，方便得很呐、啊。好，好，好。来，我们到屋头去看看嘛，哈。好，了解。来，来，来，小心哈。来，请进，请进，请进。你看哈，这是我们厨房，该干净嘛。以前啊，硬是造烟子抽得黢麻大黑的。就是如此，啊，我也是农村长大的，这个农村的卫生问题啊，一直存在。使用这个沼气啊，我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卫生呢、也干净了。就是就是。这个火力怎么样啊？好得很呐、要大要小随便你。哦，那我要试这个火力，我怎么试啊？你要试啊？哦，那正好，我今天屋头有腰花儿，火爆腰花儿，四川的名菜，正好适合你。你来炒啊？我亲自掌勺。那好，那我们把围腰酸性要得不？好，免得那个油啊溅到衣服上。好好好。还是大娘想得周到啊！我围上这个围腰之后啊，就是标准的伙夫了。来，腰花来了。好好好，来哈，点火吧。哎，点火点火、你看这个火哈、先把这个火柴插燃，然后把这个火打开丢在里头。哦，看到没有？火很大吧？这个火力还不小啊。就是啊。我看不错，我们农村呐、使了几百年的柴火了，现在用上沼气，二天呢用上煤气、天然气，这就是发展。装油了吧？哎，倒点油。我不但会炒腰花，我还会啊炖红烧肉，啊啊好得很。我们刘北辰元帅最喜欢吃我炒的菜了。好，那就好了，就好了。好了吧？哎，好，转点酱啊。哎，对头。哦。好香哦。哦，可以了吧？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四川的腰花啊，它要十八串，它炒起来之后啊，那个腰花啊就不会老。就是就是。哎，看来小平同志硬是内行哦。在江西的时候啊，我们家里炒菜也全靠火，火还大得很哦。我看火力不错啊。好，来来来，哎呀，好香啊！先闻一下这个味道，还香吗？这个农贸市场啊，是反城知识青年他们集资创办的。哦，我听说了，
知识青年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我很惦念他们呢。看来他们很好。哎，邓主席来了，快来！哎呀，没事。哎，邓主席，邓主席，主席来了。邓主席，你是这里卖猪肉的？哎，是是，卖猪肉的。你这个猪肉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呢？哎，带猪皮的白条肉是八角，精瘦肉是八角五分，排骨肉是一元。你业务很熟悉哦。你是樊城知青呢？是是，我是成都的樊城知青。好。怎么样，樊城之后生活还好吗？啊，一开始困难还很多，现在我们几个知青联手，各人买猪，各人杀，各人卖肉，生意好得很。好，感谢你给我们制定的那么好的政策。看到你们生活好了，我就高兴。广大知识青年呢，应该得到合理的安排，啊。你们知识青年呢，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啊，做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党和国家要感谢你们，我祝福你们生活越过越好。啊，谢谢邓主席，快叫邓爷爷好。邓爷爷好。哎呦，你们也是菜场的啊？啊，是是是，是知识青年吗？对头。嗯，返城之后生活怎么样？在林立领导之下，我们的生活现在过得很好，是越来越好了。你生活过得好不好？嗯，好。啊，满不满意啊？嗯，他点头我就满意了。哎，来来来，你稍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我来了。哦，主席你好，你好，欢迎主席莅临指导。你是市场的这个头头啊？你看，你是年轻人。啊，这个菜场的员工有多少？啊，报告首长，我们这儿有员工500名，全部都是樊城知青。好，你做得很好啊。怎么样？你这个菜场，老百姓需要买到的东西，能买得到吗？啊，首长，我们这儿是一个联合企业。你看啊，这儿有菜市场，外头有百货商场，还有一些酒店。花样很多，产品也很多，群众满意。我们的效益自然就好了。好，做得很好啊，证明呢落实了中央政策啊，就是要这样扩大我们知识青年的就业门路，发展了多种经营，面对市场老百姓满意，我相信你们也就得到实惠了。邓主席，我们全体樊城知青都要感谢你，是邓主席让我们翻了城，又让我们有了出路啊。话不能这样讲啊，四川省呢，一定要安排好我们知识青年，一定要千方百计的让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融入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去，有什么困难大家提出来啊，我们一起解决。一句话，希望大家生活越过越好。感谢邓主席，感谢邓主席，感谢邓主席。陈光明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了。1980年3月啊，过奖过奖了。你是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惭愧了，惭愧了。向你学习啊。哦，向小平同志学习，向你倒学习啊。家里啥子都有了。嗯。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都有了。好好好，我家里啊，现在有这么一定的现代化的感觉了。好，坐坐，屋里坐，屋里坐，屋里坐。好好好好好，请坐请坐请坐。现在家里生活还好啊，还缺什么？都有了，生活上基本上啥子都有了，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了。我们退休工人啊，过上这幸福的日子啊，托共产党和邓主席的福。你们的日子过好了，我就高兴，中央就高兴了。对中央的政策还有什么要求？没得了，很知足了。如果中央的政策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你放心，中央的政策啊会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啊会越来越过得安逸啊，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奋斗，早日实现那个小康
小平同志，我们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啊。好好好。老陈啊，我在你家里抽支烟可以吧？抽得抽得没关系。好好好。你抽啊。哎，不，谢谢，不会不会不会。1979年呢，我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方，那个时候提出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太大了。到20世纪末，我们的日子要过得不穷，当然也不富，也就是说人均收入啊1000美元，这就是小康日子。这是12大，我们正式确定了这个战略目标。我们一路走来啊，这个形势越来越好，欣欣向荣，无论是城市农村都在变化。城市啊建了很多新房子，农村也是啊，物资现在很丰富啊。我们的干部信心十足，我们老百姓啊那个致富的势头啊很旺，所以说实现小康我看是可行的。当然了，我也一直在想，就是我们中国啊实现了小康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不成问题了，而一个呢，住房问题啊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我们中国土地不足，要向空中发展，要盖楼房。第三一个呢，就是就业问题。城镇呢，基本上没有待业的劳动者了。当然，这个任务很艰巨，很难。我们国家人口多，情况复杂，盘子大了。第四一个呢，就是人不再外流了。第五一个就是中小学的教育啊基本上普及了，也就是教育、文化、体育以及社会的福利啊都能自行安排。第六一个嘛，就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总的来说啊，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面貌啊彻底变了。在这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邓小平掰着手指和居民们一笔一笔的算账，描绘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他说，我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小康的生活。这位铁娘子态度很坚决，看来人家是有备而来啊。嗯，那好啊，就请你在这个地方啊继续进行调研。我啊就回北京啊去好好接待这位撒切尔夫人。我知道英国人啊始终强调那个3个历史条约，认为啊这是合乎国际法律。我们呢有备而应嘛，香港回归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过老百姓说得好，好事多磨啊。如果这回跟铁娘子谈不拢，尤其是谈崩了怎么办？英国人呢、啊、在马岛战争上他打胜了，于是他就比较得意，希望他不要被胜利啊冲昏了头脑哦。Thank you.
Please meet my ministers. Oh, 好好。你好。你好。好，这个我认识，是大成先生。嗯，你好。嗯，啊，欢迎来中国。Mr. Donald, as the current British Prime Minister, I am delighted to meet you. 哦，好，这个英国的首相啊，我认识了好几位，不过现在都下台了。我们非常欢迎呢，你到中国来访问，啊，请，夫人请。After you. 哦，好。你来的时间很好啊，这个北京的九月啊，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Indeed, I like Beijing very much, although I've only been here for 2 days. Also, September is a very pleasant time in London. It's an absolute joy to take a stroll through Hyde Park and take in the fresh air. 海德公园我知道。这个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啊，他就经常到海德公园去发表共产主义的演说。他在伦敦呢，他待了几十年时间。That's right. He wrote the book Capital, but that's exactly what he lacked. 我们对于香港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就是说我们肯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Mr. Dong, it is my view that the three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re still in effect. They are the basis for which Britain governs Hong Kong. You should not make unilateral changes to our bilateral agreements. 夫人，这三个不平等的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我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三个不平等的条约。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如果到1997年，啊，我们还不能把香港收回来，就不能对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不能对全世界人民交代。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成了晚清政府，我们这些啊中国领导人就是李鸿章了，人民就没有理由相信我们了。我可以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啊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1997年中国政府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If that's so, what is there for us to discuss? 啊，当然有。我们双方可以讨论怎么样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贵贵的合作。I highly doubt that issue can be resolved as easily as you imagine. 哦，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呢。最迟1-2年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方面呢，可以马上宣布
收回香港的决策，也可以等上一两年时间。为什么要等呢？就是要让出充足的时间，让中英两国政府啊来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非常高兴的希望啊能听到英国政府对我们的建议，这就需要时间呢，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I don't know if the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considered this. If you make the takeover announcement, it will have a disastrous effect on Hong Kong. I am afraid this is not an exaggeration. We have seen signs today that point to such an effect.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些灾难，做出决策。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收回香港的决策的时候，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我们不愿意考虑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15年过渡时期，香港出现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就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了。已经比原定时间超出30多分钟了，怎么还不出来？这个过渡时期如果过渡得不好，就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这个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啊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更主要的是你们英国人。这个制造混乱是容易的，我希望我们两国政府各自要加强管束啊，不要做出妨碍香港繁荣的事。The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is beneficial to China's current modernization. If prosperity is not maintained in Hong Kong after your proposed takeover, it might retard China's current drive for modernizat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does not wish to see China's development being affected by the recovery of Hong Kong. 要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不可能。但是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的市化建设能否实现，是放在香港的繁荣与否上，那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不要担心香港的外资会撤走，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走了他还会回来的。Hong Kong's prosperity today proves the success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f your government permits, we are willing to continue providing administrativ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e could also introduce preferential trade policies.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与英国政府合作，但是香港的繁荣绝不取决于英国的管制，而是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It's been 50 minutes already, and it's still not done. Well, Mr. Deng, we do not intend to challenge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But I have to ask you to consider the dignit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s well. I hope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press in a way that is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前提是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个问题不讨论了。香港啊，有它其特殊的地位，它可以搞资本主义。香港现在的实行的
社会经济制度啊，包括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下来，当然也有些也需要改革的。我们这种政策叫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国两制。我相信1997年中国接管了香港会更好，我们非常高兴的希望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Mr. Dong, I must say your intelligence is admirable, but it seems tha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only a concept. There are no precedents. 只要我们合作，共同努力，这个构想啊，就能成为现实。夫人啊，我向你提一个建议，啊，我们呢、啊？可以达成一个协议啊，我们双方可以通过外交的途径呢、啊、来开展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此基础之上来进行磋商，解决15年怎么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之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Brilliant, but what if our consultation fails?2年为期，2年谈不拢，那我们就单方面做决定公布。在此期间，我们不希望出现动乱。如果真的出现很大的动乱，那我们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形式来解决香港问题。那也就是说，未必要等到97年就解决了，也未必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I see.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见之后，中英两国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香港问题。自1983年7月起，两国政府开始了长达22轮的艰苦谈判。这一次，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感受到了一个领袖的伟大。3年前，我和大周回到北京，大家还都在为生计和前途苦恼。当时，我们很迷茫，很绝望。短短几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田园，你不是想当个小司马迁吗？那你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别说，我还真是天天琢磨这个问题。这个世纪初啊，就有人断言我们中国正处于3000年未遇之大变革时代。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飞速过渡的时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有3个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哪3个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这场伟大变革的阀门。毛泽东领导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
成了国家的主人。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哎呀，太好了！铁儿，你刚才这番话呀，说的是丝丝入扣，每一句话都打在我们心尖上。现在，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的起点上，我为我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而庆幸，我更加的为中国能够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总设计师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读着时间寄来的春天，花儿漫过无边的原野，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